大家好，这个季节又到了吃红薯的时候，红薯别总直接吃了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又好吃的做法。红薯口感香甜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红薯总是蒸着吃、烤着吃，总有吃腻的时候。今天我们就换个吃法，先准备一块红薯去皮，再切成薄片。 切好以后装入盘中，把红薯凉水上锅，盖上盖子，把红薯蒸熟。蒸熟之后出锅，倒入碗中，然后按压成红薯泥，压成这样就行。然后倒入一大碗的糯米粉。 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，搅拌成这种小面疙瘩，用手揉成面团。先用手这样抓一下，里面如果水分少的话，可以加点水。糯米粉是没有筋性的，只要给它揉成面团就可以。在揉的时候可能揉不光滑，揉成这样的面团就可以了。放一边醒10分钟。准备一个小碗，里面放2勺红糖，2勺面粉。 把面粉和红糖均匀的搅拌在一起，糖料里加入面粉，这样在吃的时候不留糖。糖料调好后先放一边备用。面团醒好后放在面板上，再切成2半，给它稍微揉一下，再搓成长条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，再把每个面剂按扁，这个面剂大小和饺子皮差不多就可以。取一个按压好的面剂，中间放上调好的糖料，像包饺子一样，先给它包起来，然后双手给它搓圆。 捏成这样一个长条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生胚已经全部都做好了。锅中倒入食用油，油温5成热，把生胚放进来，并且在炸的时候要开小火，先不要翻动，炸至定型用筷子搅动，这样受热更加的均匀。一定要开小火。 这样炸才会外酥里软，炸至金黄色就可以出锅捞出来了。这道好吃的红薯饼就做好了，光看颜色就非常的诱人。这个红薯饼炸过之后吃起来外酥里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外皮是非常的酥脆又柔软，掰开里面的馅料，软糯香甜。 口感非常的软糯，有嚼劲儿，外酥里糯，香香甜甜，做法也简单。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、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